高兴啊，我们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来恭喜三位啊，我们文化界这么优秀、这么杰出的这个前辈哈，能够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我想文化跟我们生活密不可分。那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发展出来的这种文化创作哈，更容易感动人心。那今天我们三位得奖人哦，他们的作品也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哦，都是从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所发展出来的。今天敦义要代表行政院，代表国家，把行政院的文化奖赠予这三位获奖，特别要表达诚挚的感谢跟敬意。因为感谢三位先进在不同的领域用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帮国家、帮台湾增添了很大的光彩。像张光斌先生90几岁了，但是他还是洋溢着超人的活力，在书画上有令人不断惊艳的好的成果。而黄春明先生是我们本土非常出色的小说家，我刚才同他提起他的看海的日子，他还是宜兰人，在看海的日子当中看出了台湾很多文学上的令人钦佩的新的意境，也展现了我们台湾文化的光辉。廖学平先生在台湾被尊称为现代版画之父，从他赴籍法国开始就把现代的以及很多先进国家的这个艺术创作的理念跟技巧在台湾发光发亮。颁发中华民国文化奖章。颁发奖章证书。但原来呢，我家人还有小孩都劝我，哎，你那么大了，年纪那么大了，不要再跑来跑去啊，哎，应该休息啊，写写小说啊，圆珠笔没有那么重啊，他们以为写小说简单，就拿圆珠笔就可以写了，哎，叫我不要跑来跑去，原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呢，现在这个奖一拿呢，就不能停了，停了的话呢，以后谁敢领奖呢？说奖一领了，就。后来就没有看到有什么作为，所以呢，我要让这个奖有意义啊，所以我还是要继续努力。颁发中华民国文化奖章。颁发奖章证书。说实在我很不敢当领这个奖，因为从没有想到做版画可以领文化奖，我事实上只是代表版画圈来领这个奖，因为正如大家所熟悉，我幼时是在龙山寺附近长大，所以我到日本到法国去留学的时候，我就尽量用我们寺庙的图腾，就是民间的这种颜色来表达。主要是我在日本是专攻油画，但是我看到世界这些名家呢都会做版画，但是在当时我们学校所学的只是木刻或者现在的木版画，当时没有别的方法，就像铜版、石版、绢印都没有。中华民国文化奖章。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梦可以去追逐。所以追了九十几岁还在那儿的主梦。感谢各位评议委员的辛劳，给我把这个梦成为现实，同时更要感谢这块土地和这里的许多朋友。37年我从东北来到台湾，我夫妇两个抱着我在沈阳出生的大儿子，还有我的胞弟，在现在的这中国美术学院毕业，所以我们4个人到了台湾，所以在这里我生活了，工作生活了一个家子。政务委员以及读书会全组委一起可以留念。